各位亲爱的家人，大家好。如果我们遇到的是陌生人，我们内心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心？防御、防备的心。啊，遇到的是陌生人，或是认为那是异族、异教，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会有防备或是有界限。如果我们遇到的是我们很亲切的家人，我们会感觉怎么样？自然很亲切，很温馨。所以我希望大家哈，把视野打开，把心量打开，能够来到真的看到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家人，全中国的人都是我们的家人，进一步扩展到全世界的人都是我们的家人，都是我们的家人。真的要这样啊，真的要这样哦，不要在那里一直只要我好，我管别人死活，只要我自己优先管其他的，那个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后面就会冲突不断，对立不断，你没办法得到真正的幸福，没办法得到真正的和谐。所以老子希望我们把心灵提高上来，而这个心灵品质要提高上来，那个不是说老子的哲学观哦，他的思想观，他个人的思想，不是这样啊，而是当我们真正体会到大自然的实相，当我们体会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实相，你自然的就会把心量打开。当我们看到原来所有的人跟我们都是同根同源，我们就会体会到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呀，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呀。所以只要你了悟真理实相，了解生命实相，自然你就会看到所有人，你都会有一种亲切感，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自然的不会去伤害别人，去欺骗别人。这就是老子要我们学习到道。很多人都错解老子，以为说哦，他要我们变成笨笨的啊，愚民政策啊，要我们不要学到智慧。不是啊，不是这样啊，那是众生不了解。老子是希望我们不要学那些世间的世智辩聪啊，而要找出我们的良心，为人处事都从我们的良心出发，那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心，他的生命就几乎就是活在行尸走肉的世界，活在物质化的世界。一个人有良心，他的生命才会真的过得安心、快乐、幸福、自在。好，《道德经》第三章就是要帮助我们来到道的世界，从术的世界提升到道的世界。好，现在请大家一起来大声朗诵《道德经》第三章，起。第三章，常知久安之道，无上贤。如果你光从表面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哦，老子要我们
不尚贤，然后要我们不贵难得之货，不陷可欲，那这些都是让我们这样没有斗志啊，我们不会跟别人这样去争去抢，这样我们就会成为弱势族群啊，这样我们就会输人啊。那是因为众生不了解老子他这里面所讲的那个深意，含义是很深的，不是一般人从文字来解析这回事。如果你从文字解析的话，像第二段这里就有提到常使民无知无欲，一般人就觉得哦，那老子就是要我们要没有知识啊，没有智慧啊，这样变成了愚笨的人，绝对不是这回事，不是这样，这个含义是很深的。来，我们现在一一的把它解开来，来，这个白话解释，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好，起。我们现在进一步来解开来，为什么老子他希望我们你不要在那里长养各种欲望欲贪。政府的施政方向包括教育方面，这个是很重要的方向，老子希望我们大家要返璞归真，回归淳朴自然，而不要一直在向外表去刺激长养各种欲望欲贪，不要透过外面的很多会增长众生欲望欲贪的宣传广告刺激，因为如果着重在那方面的话，大家会在那里哇变成忽略本身的内涵，而一直在追求物质各方面的满足，还有欲望又一直在长养，欲望一直长养之后，你再多的物质就都很难填补内心的空虚。如果教育没有让大家回来重视我们的生命本质内涵的话，大家变成只是都在外面的攀比，哦，别人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别人有这个我要比他更好更高，别人买一辆车50万，我要买一辆车100万，看到别人有100万的交车，不够，我要买200万的来比赢他。那些都是因为内心的空虚，结果呢，不断的在物质层次在那里竞赛，像这样会让一个人逐渐的迷失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会成为欲望的奴隶。他会失去他的生命方向，生命就变成你做不了主，然后都被外境一直牵引着走，别人有什么你要赢别人，然后你的生命呢就一直的在物质欲望的层次在那里追逐，结果追到后面心灵还是空虚还是不安。老子就跟我们指出，如果我们只是这样重视外表的金银财宝，那你就会设法想要去拥有它，当你设法想去拥有它的时候，你的心都会一直沉迷在名利的世界里面，而不是用来怎么样让自己安心自在。你是要想拥有这些来炫耀你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你是有钱有势的人，这个是真正的用金做的金枝玉叶，树叶都是用玉做的，听说这是慈禧太后的宠物啊。然后你看这些都是以前的历史上的名人佩戴过的珍珠啊、玛瑙啊、珍宝啊，但是哪一个人能够真正拥有它？
全部都要归还大地啊。你只是暂时让你看一看，但是如果你认知错误的话，你会以为它是你生命很重要的珍宝，结果呢，你就会用你的生命去追逐，去拥有。你得不到的时候，你会百般设法想要拥有，所以你的生命就冲错方向了哦。当你拥有之后呢，你就觉得哎，这是珍宝啊，本来就只是一个石头啊，但是当它有一些图案，大家就认为哦，这是稀世珍宝。本来一个石头，如果我们不强调它的什么价值的话，这个石头卖你10块钱，你都觉得多余的。但是如果有专家跟你讲说，哦，这是稀世珍宝，哎，这是宝石啊，哦，你从10块钱跳到10万块，你都觉得哦，我要设法拥有它。甚至别人又在强调，又在什么样的专家又在鉴定，说这个价值多高。哦，他又从10万块跳到100万，然后可能还更高。好，当你拥有它之后，你的心会有一些成就感，会有一些快乐，但是后面呢，会不会常常在那里牵肠挂肚？会不会常常在那里牵挂？会。你买一个宝石过来，你的心就常常要在那里提防别人的窃盗，所以你就要准备很多的保险设施，而且你的心常常就会想到我怎么样去防备别人偷盗。你的心能够自由自在吗？能不能？没办法。所以你以为拥有这些宝石，你以为你能够很快乐，结果呢，你失去了更多的自由自在快乐。比如说像我身上，我什么珠宝我都不带，所以我可以到处逛到处晃，没有人会要抢身上的珠宝，因为没有啊。如果你带着珠光宝气，你觉得好像别人很羡慕你哦，你觉得哎，你看别人都把眼光投向我。但是你要知道，嫉妒的心、偷盗的心也在注意着你。很多人认为的宝石啊，如果你欣赏法界大自然的奥妙，你懂得欣赏、懂得赞叹，没问题。但是当你那一种要占有、要拥有，你后面就会很多的忧悲恼苦痛苦，这些都是一般人认为的宝石啊，这些都是让大家参考。本来它只是一个石头，但是它一些图案不一样之后，哇，大家就认为这是宝石，然后就想拥有它。你拥有它，结果呢，你的生命你是被它所拥有。你以为你赚很多钱，但是如果你没有透视钱的真正的本质意义的话，你把钱作为你生命中很重要的成就代表，那你的生命就会被钱赚走。你以为你赚到很多钱，事实上是你的生命被钱赚走了。这就是老子希望我们，你要看清这些物质，你可以欣赏，但不要一直想要去占据、去拥有。你想要拥有它，你就会有痛苦。你看到，一般世间人认为这个很有价值的东西，包括金银财宝、金银珠宝，很多钱代表很富有。要知道，一般人就是重视物质层次，重视名利欲望。你想拥有的，别人也会想拥有。你看哈，为什么在富有的家庭财团，这个是蛮大的一个集团，从祖父那一代就创业就很有成，然后父亲那一代又把它扩大成为一个大的集团，然后这五个兄弟呢，本来他们都各有庞大的企业集团，他们要几十亿、几百亿
那个都是很正常的啊。可是难道是没有钱吗？不是没有钱的问题，而是因为钱太多，钱很多，然后分配不均。有人认为说分配不均，结果呢，兄弟之间是骨肉啊，然后兄弟之间就起了不满，认为哎，你大哥二哥你怎么你们的财产比我更多，你怎么样比我更多，然后我比较少。事实上未必他比较少，只是他没有说像其他的兄弟这样的去珍惜去创造，让他发挥更大的价值出来。而其中的一位兄弟，你看这个老四，他就把他的三哥二哥都把他杀掉，把他自己的兄弟枪杀掉啊！啊，他大哥是因为在美国那一段期间，他刚好在其他国家，所以没有被杀。啊，他的弟弟老五啊，本来要劝他，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可以。结果呢，要劝他的这个弟弟呢，他那个老师一样拿着枪对准他，你再讲就打死你。结果他赶快闪躲，才逃过一命。结果呢，这个杀害两个哥哥的人，他后面他得到了什么？他后面得到什么？自杀，自杀，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得不到啊。这就是世间人追逐名利、金银珠宝之后，良心都逐渐的沦丧掉，到后边的结局什么都没有。老子就希望我们大家要重视我们的内涵啊，重视我们的心灵品质啊。后边就跟我们继续叮咛，我们要重视我们的心灵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这个经文跟后面的解释，邀请大家一起再朗诵一遍。起。是以圣人之志，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所以有道的圣人，其实证的重点会着重在让百姓能虚心学习，常怀感恩心，让百姓内心富有、富老、身康、心安，教导百姓淡化自我，不凶悍，但要有骨气、有道骨。你看这里的解释，如果没有把它解开来的话，有的人都认为哦，要我们什么弱其志，要我们没有变成没有志气，完全不是那回事啊。这里我就把它解开来，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学到柔软，学到要有学到感恩心，学到慈悲心，不要在那里逞强，教导百姓淡化自我，不是说没有奋斗的毅力，不是没有那一种了，要淡化自我，然后不凶悍，但要有骨气，有道骨。就像流水，流水的它是很柔软，很柔软，但是流水它是很有智慧、很有力量的。后面我们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哈。现在看到大家越来越重视《道德经》。看到很多的现象都是非常好的呈现，人类逐渐在觉醒，逐渐在重视《道德经》的高等智慧，所以我们这本《道德经妙诀》一出来之后，广受各方面的欢迎，像几万册几万册都很快的，大家就都拿去研习。这里是刚好传过来，有一所学校，他们呢全校的学生、老师，大家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本《道德经妙诀》。这些是很好的现象，表示
我们很多的教育老师、校长、他们都越来越重视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子女，让他们能够重视心灵品质的陶冶，重视内涵，重视生命品质。因为师长重视，觉得这个课程很重要，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就能够接触到这种高等的心灵、高等的智慧，让他们从小他们就有正确的人生方向，懂得自我负责，懂得爱国爱民，他们觉得这些教育这是非常好。全校小朋友呢，大家都人手一本，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现象，我们也希望能够普传开来，希望各级学校大家都能够拥有《道德经》妙解，大家一起来学习。好，这一段，这个就是第三章的后面，邀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起。好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不为则无不治。常以令百姓反哺为真，不要学那些世智变聪，张扬欲望与慢，使那些喜欢世智变聪，喜好那你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就是要用道法自然顺天之道的教育方式来做。这一段大家一起朗诵一遍。好，起。用道法自然顺天之道而为，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去妄作非为，自然民风淳朴，治安良。有些从事教育的人，他们会强调我们要重视以人为本，听起来好像是不错哦。我们要重视以人为本，听起来好像也蛮民主的，但是这个还是不理想的。因为当我们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就看不清万物，你会把人的分量特别标榜出来，把人的伟大特别标榜出来，所以就会形成那些很大的落差。当你很大落差，你把自己吹捧为高高在上的时候，你看不清万物。老子是要我们来到总体观，不要特别把人标出人的重要，而是要来到总体观，很客观的去看清全面人跟整个大自然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是要来到用道法自然的方式来认清生命的实相，来认清人在这整个法界大自然之中我们的角色，我们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跟大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你从整个宏观来看，你才会看清真正的实相。如果你以人本为主去看的话，你是看不清的，你只会看到人所要看的角度而已。所以老子希望我们包括教育都要从道，从整个大自然方面来了解，我们要用道法自然的方式来教育，用道法自然的方式来思维。后面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而这从道呢，就是让我们回归我们纯真纯净的良心，让我们能够来到不带成见，很客观的来看清万事万物。像这样的话，你看哦，自然顺天之道而为，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去妄作非为，自然民风淳朴，治安良好。如果以人本为核心的话，很容易就变成自我为中心。用自我为中心跟道法自然，这是不一样的世界。
哦，所以希望大家好好体会哈。老子不是要否定人类的重要，而是要协助我们，我们要客观的去认清人跟整个大自然的息息相关，这样人类才不会错误的认知，才不会误判，才不会用错误的观念之见去对待万物。这样了解吗？这是教育的重点。所以现在大家呢认真在研习《道德经》，这都是非常好的现象，学习高等的智慧，一方面让我们的心灵逐渐的净化，让我们逐渐的从以前自私自利小我的世界逐渐的觉醒过来，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逐渐把智慧打开，视野打开，了悟真理实相。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现象。我们这么多的年轻人也现在就开始在学习，非常好，恭喜大家哈。我们现在要来探讨，那教育的本质应该要放在哪里？教育的本质，这里有提到哈，我是引用唐朝的文学大师韩愈在《诗说》这一篇文章里面所提到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一章邀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你们才会清楚知道教育的重点要放在哪里。好，起。这个后面哈，今天这一节只概略讲一下，后面有时间的话希望能够再把这方面跟大家做比较深入的来解析分享。一般人搞不清楚什么是术，什么是道，我希望大家逐渐越来越清楚学习术和学习道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这一页我有把它归纳出来，什么叫做学习术，什么是学习道，现在再把它区分开来。术是这一页所归纳的，这只是一个重点的解析而已。什么是道，这两页邀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起。我希望大家清楚地了解什么是术，我们所学习的到底是学习术还是学习道，我希望大家先有清楚地了解，后面有因缘我们再进一步来解析。现在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何谓道。如果说我们要学习道，我们要学习的重点核心是放在哪里？好，起。了解生命从哪里？
家好好用心灵去体会哈，什么是学习术，什么是学习道，这两者有何不同？韩愈大师讲出的老师的重责大任是在于传道、授业、解惑，所以真正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在于传播道，术是其次，是辅助。术是生活的技术、技能、技巧，但是道那是生命的核心呐、啊，那是生命的核心呐、啊。所以希望大家重新来认识，不要认为说传播道在教这个道，这个是宗教的，那是完全错误的论断，错误的认知。道就是要探讨宇宙的真理，生命的实相。当我们了解生命实相之后，你自然的会把我们错误的观念之见去除掉，所以我们就能够自然的流露出我们的良心、道之心、清净本心。当我们拥有这一颗良心、清净本心，我们的智慧自然的流露，爱心、慈悲心、责任心，那都是自然流露啊。这里我就把它归纳出来，从道论教育的本质，这里有把它归纳出八点，每一点我有在做简短的补充，这一堂课里面大家一起朗诵过，让大家有概略的轮廓印象，以后如果有因缘，我们再做比较深入的解析。现在请大家一起来朗诵，教育的本质应该要放在哪里？教育的核心要放在哪里？好，起。从道论教育的本质，一，维护小孩纯真纯净的心灵；二，充满爱心；三，感恩心；四，做生命主人；五，有责任心；六，耕读生活，半农半。这是领悟《道德经》老子的智慧里面所归纳出来，也是我个人觉得这是教育要着重的重心重点，所以把它归纳出来跟全世界的人来分享。如果教育能够扣住这方面的话，整个人类的觉醒跟心灵品质的进化提升就会真的逐渐的明显的成长上来，对于促进全世界的和谐和平都会有很大很大的作用的。前面这一页是让大家清楚的了解哦，教育的本质核心要放在哪方面啊，那后面再把每一点再做稍微补充说明。我们现在邀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起。从道论教育的本质，小孩纯真纯净的心灵，不要用大人的名利心价值观去污染小孩。二，充满爱心，教小孩爱护人、动物、植物、生态、地球、母亲，带小孩多
这是从道来论教育的本质，教育的重点核心应该要放在哪方面？我们先朗诵过来，后面有时间再进一步来做一些解析。你看哦，我们这些小朋友，他们现在从国小阶段，他们就开始在研习《道德经》的智慧，他们在朗诵《道德经》妙解。当然，这个不是他们正式的课程，而是在自修课或是课语，然后他们做一些朗诵。大家呢，都学习得很好，兴致都很高。所以我们这一本《道德经》妙解，不管是大人或是小孩，大家都可以来朗诵，都可以来学习。我也尽量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角度来把《道德经》里面的深意，把它深入浅出的解析开来啊，让更多人能够学习《道德经》，一接触《道德经》就知道哦，里面有这么高的智慧，里面是这么实际、这么实用，这是高等心灵的智慧啊。所以哈，真的教育是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正确的来认清大自然的奥妙，从大自然的一花一草一木里面去看到大自然的奥妙，而不是把人类带领脱离大自然，然后关在水泥森林里面，在那里灌输很多的观念之见。像这样的话，你在饱学多闻，包括从网络电脑里面你懂再多的知识，那些都只是虚幻的，那些是空谈。你一定要回归大自然，去认清大自然的实相。哦，不要进入虚拟的世界，在那里构筑梦幻。要从眼前的一花一草一木去了解大自然是这么的奥妙，大自然是这样的在爱护我们，在养育我们。大自然是这么的充满艺术之美。你看，像这些相片，这个都是现场拍的，没有其他的造作，也没有经过什么修饰，但是我却看到一朵莲花，然后它跟整个大自然配合，它里面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艺术之美。我们要学会欣赏大自然的艺术之美。大家看到这张有没有像？有没有看到？这个就实际的人间天堂，有没有？有。实际的人间天堂，大自然给我们真的是很美好的世界。如果我们看不懂，我们就会去破坏它，去破坏它，然后破坏了之后，再用人类所要的去建构，结果呢，就把很多真正很美好的破坏掉，然后再降到次等的品质。这就是前面那一章有跟大家讲，老子跟我们提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我们要懂得欣赏大自然的奥妙，一朵花，它们都在跟我们叙述宇宙的奥妙，大自然的智慧，大自然的艺术之美。如果你有用心认真去欣赏向日葵，我们在座有没有人认真很认真的用心去研习、去凝视、去探讨这个向日葵？有的请举手。少部分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哈。我是希望大家真的你用心灵来看一朵向日葵，你看它的整个的构造，包括它整个核心最初的情况，到后面长大，包括它长大有的像脸盆这么大。好，来，你在吃它之前，请你仔细的去看他们的排列组合，好好认真去看，你才会赞叹向日葵大自然
里面充满了多高的艺术，多高的智慧。为什么几千个，不用讲到几千个，算几百个或是一千个小瓜子，然后它在这边它可以排列的那么的有秩序，他们是怎么排的？真的你要深入去探讨，你才会知道，哇，原来大自然这么的奥妙，这么的美好。这是去年在澳大利亚那边，当我们到植物园去欣赏那些植物啊，亲近大自然，在植物园那边有不少老师团队，一个团队一个团队，老师带领着学生在做现场实际的教学，让那些小学生呢，他们实际去认识大自然，大自然的奥妙。当然如果当老师的你有学过道德经，你懂得大自然奥妙之后，你会回馈给我们的子女，就会回馈更多。如果你积累的是错误的观念，你当老师的你就很不喜欢接近大自然，你就 很怕那些小昆虫，你怎么引领我们的子女学生认识大自然？所以真的这个就是要从我们每个人现在开始学习起，开始做起。我们的观念之间越正确，我们就能够越协助我们的子女，让他们能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让他们懂得欣赏大自然。当一个人懂得欣赏大自然的奥妙，他自然的就会爱护他，会保护他。当我们了解大自然原来是这么的美，包括这些蝴蝶，他们都在跟我们分享他们生命的喜悦，他们也在发挥他们生命意义，在为这个地球，在为我们美丽的家庭在经营，在加分。大家好好体会这一点哦。一只蝴蝶，一只蜜蜂，他们都在为我们这个地球在守护，在美化，在为这个地球在加分呢。你看呢，他们在帮忙传播发文，一方面美化世界，一方面让我们这个世界呢越来越奥妙，越精彩。哦，所以当我在拍他们的时候，哇，我都很感恩他们呢。当我懂得感恩他们，这些蝴蝶呢，它竟然摆出很多的姿势，就像个超级模特儿。真的哦，我在这边拍将近两个小时哦，这只蝴蝶它就在附近一直的摆出很多的姿势，很奥妙。通常蝴蝶在一个地方它不会停留很久，一两分钟就已经很久了，因为它一直的在摆出不同的姿势让我拍。后来我算下来哈，将近两个小时，拍到我跟他讲可以了，现在这样够了，好了，真的哦，我讲说好了，可以了，他就飞走了。他真的摆出很多的姿势，而且那个姿势都摆得很漂亮，哦，哇！所以我很感恩他们。在我心目中，我对蝴蝶一样都很重视他们，尊敬他们，爱护他们，包括蜜蜂也是一样。蜜蜂也是一样，他们都在为这个地球在奉献，在付出。所以希望大家重新来认识万物，重新来认识大自然，你的生命就会哇，处处都可以欣赏到大自然的奥妙，处处你都会很开心呢。而这种奥妙，这种喜悦，不是用前面穿金戴银所能够比的啦。比如说啦，你原来那个穿金戴银，你比如说要100万的人民币的价值才能够买到，但是你的快乐指数未必比懂得欣赏大自然艺术之美更高，不会的，啊！所以，当你懂得欣赏大自然奥妙之美，懂得感恩，你的快乐喜悦会超过那个佩戴100万的价值，所以你就得到了、赚到了超过100万的价值，这样知道吗？好，
所以这就是第三章里面这里提到的哈，是以圣人之志，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啊。常使民无知无欲，使乎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就是要让我们从物质的层次提升到心灵的层次，懂得欣赏大自然，懂得欣赏一切，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喜悦。好，祝福大家。OK。放下儿女情长。